在我们上课影片开始，请同学们帮 Kevin 老师一个小忙，协助按一下订阅频道。那订阅频道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及时收到 Kevin 老师的影片通知咯。好，就在右下角按下去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左边这边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 Kevin 老师，您的任何的留言 ，Kevin 老师都会用心的看过并回复你哦。那希望我的课程对你的日文学习有帮助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正课开始吧，加油！来，那我请下来 ，Grace 来 ，Grace 在吗？在。好，来 ，Grace， 直接先帮我念，我们不要翻译，来，直接帮我念下来。但是助词的地方停顿下来，好吗？来。哦，好。机の上にメモがあります。私と山田さんは隣の部屋で会議をしています。他の学校からも先生が5人来ました。会議で使う資料は今4枚がありますか ?3 枚足りませんので、コピ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。我会发现 Grace 念得非常越来越棒了，已经真的很棒了哦。OK 哈，好，念过去之后，来，请你帮我翻译一下，不会地方我再帮你补充来。在桌子上有 memo， 我和山田先生在隔壁的房间正在开会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这么熟？没有啊，就这样子。就照顺序，太厉害了！谁教的怎么那么棒？好吧，老师教。好来，然后呢？从其他的学校也来，嘎顺翻，不要怀疑，嘎顺翻。老师，好，老师对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这个我要特别讲哦。有没有看到量词跟动词出现在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哈，好，我举一个例子哈。注意吼，来怎么翻译？一杯喝还喝一杯？喝一杯。谁先翻？动词。是的，动词先翻，动词先翻。所以是来老师来五个人，这样看得懂吗？你要懂他的翻译顺序之后，你就不会乱翻。什么老师五人来了，怪怪的，对不对？老师来了五个人，老师一杯喝还是老师喝一杯？喝一杯，这样 OK 吗？来，老师喝一杯，日文怎么说？先生が一杯を飲みます。不能加哦，因为量词不可以加哦，懂什么？一杯飲みます。So, 先生が一杯飲みます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不错哈、哦，然后再来。在没有错。会议使用的资料。现在有四张，但是不，因为不够三张，Kobe 麻烦你了，绝对是错的，麻烦你了 Kobe， 是的，这样看得懂吗？看得懂。我严重怀疑你有事先预习，不然怎么翻得这么厉害？哎 ，Grace， 你真的翻得很棒哎！我说真的嘞。有些是老师之前讲过。屁股可以翘高一点，没关系。好，这样看得懂哈。那其实我要讲的哈，这边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学到这句话，原来从后面可以加 more 哎。从其他的学校也，这样 OK 吗？以前我们学的 more 就是直接接在名词的这边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，原来它可以放在卡拉的后面也可以哦，这个叫做阅读经验 ，OK 吗？可以哈、哦，所以老师来了五个人，这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没错嘛哈、哦，以后你就可以说对方来了五个人，客人来了五个人，这样会不会讲吗？这样 OK 吗？老婆来了三个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你说什么？老婆来了三个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是不是？我说王永庆啊，王永庆人家可以，人家四个，你知道吗？四个可以哦，好，这不错哦。再来，这个你翻得很好哎，为什么你这个你会翻？
这一句话，为什么你会翻？这个我有点惊讶，为什么你会使用的这个动词原形加名词、啊？是的，不错，就是这个。很多人，我们上这个班级同学就慢慢看得懂，对不对？在会议上使用的资料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这样说好了，在公司要在公司，在学校要用的笔记怎么说？学校で使うメモ。这样可以看得懂吗？对不对？可以哈、好，那这边小小的地方是我故意写上去的哈。刚刚我有说过，量词跟动词不用加助词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，量词加对。对吧？好，这边对。像刚刚你是不是100 on the mimas？ 我是不是跟你说不行，对不对？好。对。注意看哈，不是说不行，要 case by case。我们这样讲哈，日文它会有一个强迫性，就是我硬生生把它当做什么？就比如说好了哈，no， 我可以当做名词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哈，因为别人有屁股没有衣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，好，那也不是动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 no 可不可以？可以当名词，当然可以哦。好，那我把四美当做名词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它原本是不可以，可是我硬生生把它当过去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也可以哦，所以我就加一个嘎是蛮合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因为这边我要让你理解是后面的嘎跟前面的嘎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哦，这看得懂对不对？好 ，OK，没问题哦。好，然后来。量词跟动词出现的时候，是不是从后面往前翻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三枚タリマセン怎么翻？不够三张。不够三张哈，来，不够100块怎么说？100円足りません。好，那不够三张，可不可以翻成缺三张？可以。可以哈，那我还缺100万怎么说？100万。足りません。好，我缺100万。私は100万足りません。好，这样看你看得懂吗？可以哈，不够100万，可以哈。好，不错 ，Grace 翻的非常棒。好，来，谢谢 Grace。OK， 好的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文章其实它不难哈，它不难，但是呢。也是要经过相当练习才会理解这个哈。好，来，那我问一下哈，来那个天柱来，天柱在吗？先生，こんばんは。来，天柱来，頭から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の、机の上にメモがあります。私と山田さんは隣の部屋で会議をしています。他の学校からも。先生が午前来ました。会議で使う資料は今4枚がありますが、3枚足りませんのでコピ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我先问你内容，就是以这个地方来问你哦 ，OK 吗？是。好，你就是私，可以吗？你就是作者 ，OK 好。好，来，天柱上すいませんが、今どこにいますか？隣の部屋。结尾。S。です。OK。好。何をしていますか？会議をしています。OK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会議で使う資料今大丈夫ですか？すみません。今三枚足りません。足りません。OK。今は何枚がありますか？4枚です。4枚です。OK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何枚足りませんか？3枚で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そうですね。で、今、隣の部屋で何人がいますか？私と山田さんと、他の学校からも、先生が5人来ました。太ロー等了。全部何人ですか？はい。全部。私と山田さんと。不对，你讲的太那个了。
我问你，房间里面有几个人？你跟我说，我跟老师，我跟田三林先生，然后其他学校来了五个人，那到底几个人？哦，7人です。对，没有错，这简单的数学哦。对的。这简单的数学哦。是。来，就是这个。OK。有人会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呢？哦。因为他用日文来表现，就有人反应不过来。对。这个就是我女儿的现在算的数学题。OK。懂啥？这叫国小一年级的数学问题，这样 OK 吗 ？OK， 可以，没问题，不错哦。天柱反应很棒哦。好，来，谢谢天柱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 OK。好，来，那个来，柴鱼，柴鱼在吗？在。好，来，老师晚安。嗨，こんばんは。来，日本語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どうぞ。机の上にメモがあります。OK。私と山田さん。は隣の部屋で会議をしています。注意哦，部屋で跟部屋に的区别是后面有加动作加で，这样 OK 吗 ？OK。好，来，那注意哦，其他学校也来了五位老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前面再加个从会更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从在中文是前面啊。可是如果在日文是不是放在后面去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其他学校怎么说？后の学校。不对，不是后，你念错了。后が。后が不是后が。后が。后がの学校。然后呢？からも。嗯。先生が五人来ました。OK， 好来，不错哦。会議で。使う資料は。今四枚がありますか。三枚足りませんので。OK。コピ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。不错哦，我们才讲一次，你就可以会翻了，我觉得很棒哦。有成就感吗？还是好累哦。2266。2266了，不会啦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好，那次给你听了，看你可不可以跟得上哈。机の上にメモがあります。で、私と山田先生は隣の部屋で会議をしています。他の学校からも先生が5人来ました。今、会議で使う資料は4枚がありますが、3枚足りませんので、コピーをお願いします。可以跟得上吗？可以。可以齁。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时候、中翻字就是这样直接过来的。OK 吗？OK， 柴鱼，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做口语，我请你来翻译，这样子你 O 不 OK？ 没把握，没把握，会不会紧张？会。緊張しています呢，会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可以哈、哦，好。那我们在现场口语就是做这样的工作，但是难不是难在这里哦，因为我们要去了解对方的个性、行业别，他要谈什么事情，我是不是要先掌握住？不然他突然阿萨布鲁讲了一些东西，我可是听不懂的、哦。懂我意思吗？懂、啊。像我现在是那个英歌陶博馆那边直接的日文顾问，他们有需要谈一些日文都会找我过去，但我的条件是最起码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前通知我，我才能办法过去哦。我是这样讲的哦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讲吗？要先了解。我先要做功课，所以不做功课，你叫我去，我敢去吗？你觉得我会敢吗，柴鱼？应该可以的，老师程度可以的。不敢，我跟你说不敢去，因为会丢脸。为什么？你谈的内容我听不懂，我怎么可能敢去呢？你懂意思吗？嗯，这很正常哦。比如说好了，今天假设好，比如说，哎 ，Kevin 老师，你跟我去接机，接什么去？你到机场就知道了。哈，谈什么？那个等一下去到这样就知道了啊！我你来一个晚上，我给你2万块台币，我死都不会去哦。因为当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，我可以随便翻吗？柴鱼？不行，不行哦，我们是要拿出专业跟人家翻哦，懂我意思吗？是。所以我的翻译都是要事先知道你要干嘛，我才愿意去的。除非我们配合很久，我知道你的厂商是做什么，那个没问题了。不然第一次我都会希望能够给我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，让我先心理准备一下。是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懂。对哈、哦，这样、哦，因为我也曾经遇过这种，就是有人请我到会场去，就跟我麦克风就给我叫我上去了。
现场40个人，我直接拒绝了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当我上去的时候，我如果不会翻，谁的问题？我。哎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过来吃个饭，我们介绍朋友认识。”我说：“好啊。”就你知道他骗我，不是去吃饭，是去现场做翻译的。翻完译之后才吃饭。是这样子哦，我曾经被摆过一次道哦。对，然后40个人都是大老板，我直接拒绝掉哦。所以我要跟彩怡说哦，没有准备的东西其实是不够好的。那你说下次你遇到这种问题，你要事先准备，先了解再上战场，这样 OK 吗？ OK， 可以哦。不是说我日文厉害可以到这种程度，我跟你讲很难，我也不敢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可以哦。好，来，谢谢彩怡 OK。然后往下看一下哦，来。那个，我请一下，来，小明，来，小明在吗？小明方便讲话吗？好，那我就先 pass 了哈。来，秋梅，来，秋梅你在吗？谢谢，好，空巴，好，空巴哇，秋梅来，这个帮我念一下吧，日本語お願いします。机の上に本があります。好，中文给我一下来。在桌子上面有本书，有书，有本书哈，好，有本书哈，来，第一个日文怎么翻来？カバンの上に。等一下，包包上面吗？不对，是包包里的。我没有里面。好。カバンの中に携帯電話があります。很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转一下哈。カバンの中に携帯電話があります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以这样改哦，注意看哦，哈。其实我们会这样子，カバンに也可以。哦。对，那我们台湾人讲话会比较细一点点，所以加这个也 OK， 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来，机会在你手上，来。チャンスが、あなたの手の上、手上对，那我再给你解释一个哈，再提醒，等下你听我说，不是 tedes 来，注意一件事情哦，我们说的地点呢有没有？地点呢出来的时候，比如说，黑暗呢怎么翻呢、啊？在房间？不对，上次我之前在恩武的时候讲过说，地点呢出来的时候要加几个字会比较合理，上。或者是在房间里，对，或是在房间上。那到底是上还是里？看它内容的单字。所以手是里还是手上？手上。手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。所以我可不可以用 tenny 就好了？哦，对吧？可以。那手上 tenny 无为你可不可以？手上就是比较饶舌。没有，手上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啊 ，teno ueni 嘛哈，那手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所以不管上跟里都没问题，你要打出来也没问题，不打也没关系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机会在你手上，就是这样子，看得懂吗？懂。好，来帮我把它完整表达来。チャンスがあなたの手に。哦、为什么会加 this？ this 不应该啊！你看上面这几句给你的提示，你注意看一下。没关系，你慢慢看，不要急。我们有说过，你地点你出来一定要 imas 跟 arimas 啊。哦，有，对。对吧？没错吧？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假设你想要省略的时候，我这边教你省略哈。像是あなたの手です，这个勉强可以的，我说勉强啊，我这样还是怪怪的哦，你不要这样改。嗯，这样会比较好。然后アリバス ，OK 吗 ？OK。那我跟你说哈、哦，在动漫或者是一些广告文宣上面，他们为了省篇幅，他们后面会这样子，直接就把这边就结束了，切个你。嗯。机会在你的手什么？手里。对，那后面就省略掉了，这样 OK 吗？
OK， 这样 OK 哈。嗯，好。所以比如说像哈，我们看动漫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受伤的，那后面有一只怪物跑过来要吃他们两个，啊，有一个腿断了跑不了了，另外一个就跟他说：“你把我留下来，把我杀了，喂那只怪物吧。”你就把我有没有把我？我们是后面字是省略掉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日文就是哇达西欧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啊，不是阿纳达了，哇达西欧，啊，那就结束啊，你懂意思吗？嗯，懂那概念吗？把我，你搞我救走有没有？把我带走，不要把我留下来，懂意思吗？嗯，好，这、就是省略的方式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不省略，所以机会在你手上，你要怎么讲？チャンスがあなたの手にあります。这样会的吗？对，可以，没问题哈。好，来，谢谢秋月 ，OK， 可以哈。好，来，再来往下来 ，Amber 来 ，Amber 第三题来，帮我改一下来。隔壁会议室的桌子，这边少一个字了哈，应该桌子上吧？对。桌上对不对？桌子有一台电脑也可以的，没问题。我们少字多字都可以。好，来，隔壁会议室的桌子有一台电脑。来，子再慢慢念。等等，慢慢来。再一次来。不是开机室子。对。不是开机室，开机室子不是开机室子，嗯，是开机室子的桌子 ，no， 嗯 ，table，no， 上に。コンピューターがあります。そう、コンピューターがあります。OK吗？好像你也那边有lag，也有lag的感觉呢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再来哦。好，来，部长的心中有很多主意。来，注意日文怎么说？英文啊。Idea。这样可以吗？啊 ，idea。好，来，部长的心中有很多想法。来，有很多主意。来。部長の心の中にアイデアがあります。アイデア有很多的话呢？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。是的，这样会了吗？たくさんアイデアがあります。这样可以啊，部長の心の中に、心に或心の中に都可以哈，心の中に可能比较好一点哈。部長のここに idea 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。这样 OK 吗？嗯，可以哈。来，我跟客户在楼上的二楼开会，怎么说？来，可以。我跟人客在楼顶的二楼开会。来，私，来，私とお客さんが，楼顶安那讲，二階の，对，楼上跟二楼不一样。不是，二楼是二楼，是楼上的二楼，就是我要跟你讲的。宾馆的二楼，上面的二楼。上面的。为什么是得？为什么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动作啊，有没有？对，动作。这样可不可以理解？嗯，可以哈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可以。嗯，谢谢本来。我担心到我开三个，我问你该得开启 stay mas， 这样可以哦。OK 哈。好，那我问一下，好来，阿良呢？阿良在吗？都在。来，等一下哈，阿良来。阿良有没有看到子公司？有。子公司的子就是儿子的意思 ，OK 吗？OK， 公司叫开销应该没问题吧，对不对？对，知道。好，子叫做 call， 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子公司怎么讲 ？call 开销。call 开销。call 开销，这样 OK 吗 ？OK。所以子公司叫 call 开销，对不对？好。嗯。今天下午两点要跟客人在子公司开会，试看看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来。
Q 好，ヒル是中午，那下午就是 A 波嘛，对不对？午后。对，午后来两点。今日午后，你几？来主持。你几？哇或注意哦，时间本来当时间助词你对不对？那因为它没有主词出现，所以我把它用哇可不可以？哦，可以。是不是可以？对不对？好，来跟客人，客人哥哥你几哇来跟客人？我客户什么？跟，多。来在子公司开会，用你还是用爹来？用的好来，所以在子公司，可开下来，可开一下 day 对不对？可开一下 day 好，然后你不能说正在开会哦，因为它是要，因为它有个要是未来式，是好，所以不是 stay mas 哦，就只要改成开启新 mas， 可不可以理解？可以理解 ，OK 吗？好，来再帮我念一次来 ，Q 龙哥哥。今日午後2時は、お客さんと、会社で、書きします。这样 OK 可以吼，好。可以。那你注意看吼。可以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